吃饭睡觉，一个人生活，一个人赶着早高峰的班车，一个人忙忙碌碌，似是而非的活着，一个人看书听歌，躲在无人角落，没有开心当然不会难过，只是做饭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把手指切破。孤独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？我呆呆地望着镜子里的我，我是谁呢？那么谁又是我呢？为谁而活？或许我们根本没得选择，摇摇晃晃地走完一程即可，请你别回头看我。躲在无人角落，没有开心当然不会难过，只是做饭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把手指切破。孤独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？我呆呆地望着镜子里的我，我是谁呢？那么谁又是我呢？为谁而活？或许我们根本没得选择，摇摇晃晃地走完一程即可，请你别回头看我。孤独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？我呆呆地望着镜子里的我，我是谁呢？那么谁又是我呢？为谁而活？或许我们根本没得选择，摇摇晃晃地走完一程即可。